第九节，整理运动。第一是上肢、肩、背拉伸松解训练。动作要求：单臂前平举，拇指向上，四指向前，向胸侧平移。另一只手以掌托住平举手臂的肘外侧，向内平推，直至平举手臂与前胸平行。静止放松，拉伸15秒钟，手臂放松，自然下垂，左右同理，自然呼吸。要点提示：平举手臂，保持自然伸直放松，面部始终朝向正前方。第二是上肢、前胸拉伸松解训练。动作要求：双手于后背交叉，食指相扣，双掌掌心向下向后外翻，两臂向后夹住肩胛骨，前胸充分打开拉伸，同时颈部后仰，保持拉伸10秒钟，放松回正。动作要点：呼吸自然，不可憋气，拉伸中求放松，肌肉不可紧绷。第三是臀部拉伸松解训练。动作要求：单腿独立，两手交叉合抱小腿，使大腿贴近胸部，拉伸臀肌，放松小腿肌肉，静力拉伸10秒钟，坐式同理。要点提示：提膝拉臀，手臂尽量放松。第四是股四头肌拉伸松解训练。动作要求：手握脚踝，单腿独立，使脚后跟向后贴近臀部，拉伸大腿前侧肌肉群，静力拉伸10秒钟，左右同理。要点提示：拉伸过程肌肉会有酸胀感，此过程尽量放松，肌肉不可紧绷。第五是整体拉伸松解训练。动作要求：两脚开立与肩同宽，屈膝松胯，两手交叉于腹前，蹬腿两掌上托至胸前，吸气，掌心外翻前推，手臂与肩平，掌心与后背对拉，呼气，手臂保持前推状态，向上拧起，直至头顶，同时仰头目视手背，两掌上托拉伸，头部回正，目视正前，吸气，两手分开下按，两臂放松下落于身体两侧，同时屈膝松胯，重心下沉，呼气。要点提示：初学动作不宜过慢，避免憋气，动作尽量对拉拔长放松。第六是拍打步行两分钟。在步行过程中，拍捶打臀部及周围肌肉群，自然呼吸。本节课程运动要求：运动频率为每周5至7次，运动强度为低中强度，运动时间为每次做2组，